我敢说兄弟们，我打单排是全网最善良的一个博主。今天我们撞车了微区单排天花板，全区淘汰榜榜一，并且是57K 再榜战神。来看一下他的数据，57K 再榜战神，并且战绩全是吃鸡，这不是妥妥的天花板级别吗？兄弟们，很荣幸时隔了两个赛季，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压迫感的对手了。毕竟我才皇冠嘛，以为是鱼塘局，开个车就过来创造岩来收物资，忽然间脸上出现一个人，打破了我收物资的宁静，直接拿住两喷子打了一枪，非常有勇气上去莽他，没想到后面有个老六，直接把我霸气家族的压迫感给打退了，只能来小野区发育了。兄弟们记住，打单排一定要落地先控车，然后再去野区发育，把小平房的物资收完，基本上基础装备就有了二级套。此时的海岛地图都是双蛋黄空投，刚来到空投地方就有人来舔，他没发现我们，直接下车，我让你拿我送蛋黄，直接一梭子给他带走。双蛋黄的空投就是香，直接给我刷了把 M73， 另加一个蹦蹦。这种情况下兄弟们直接开车就是溜，看到地图的枪声没？这些海岛圣骑爷真的比我霸气家族都有压迫感，稍微不留神就成盒了。看到有人对我那个空投有想法，我直接就把他的车胎给他卸了哟。卸了他的车胎，他也是没有车了，在那里无掩体找车，看到一下这个好机会啊，直接原地抽他。抽杀的同时看一下左上角的淘汰信息，我们的全区淘汰榜榜首已经在创造岩打出淘汰王了，最后剩两颗子弹把他带走。身为一个单排10 KD 战神选手，也不能示弱啊，必须全图招人打。虽然没有这些天花板级别的 KD 高，但是我拿捏一些选手那不是手到擒来。他已经很残了，打了3-4枪，直接就过来真实他，算了算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把药打上了。然而这兄弟竟然慌了，药都没打上被我收割了，一枪就没了。毕竟我也是皇冠四嘛，在这么低的段位下再不找找人杀，那后期上战神不就掉到几 KD 了吗？我也是趁着段位低也是疯狂的再打一些人，看到人就想来过来给他真实了。3、2、1，一层换位，补完他之后赶紧上车，因为我的后面就有两个空投，刚刚上车加速度还没有提上来，就有人给了我一梭子，后轮都给我卸了，没办法只能往独外拿车了。此时我们的单排榜首还是一直在刷屏，好大的压迫感呀。刚拉到这个山坡就听到前面有车声，也是假装开枪两下，以为我是个人机就开车过来怼我，有坚持的机会直接扫他，一个跳跃差一点就把我撞死了。这不车也有了吗？直接开车进圈，进圈的同时也不忘把这两个空投填一下。我去，啤酒瓶，兄弟们这一波我真的是不想把他给干了，他真的往我车上撞还跳一下。哎呀兄弟你干嘛呀，真的是笑死我了，难道是我霸气家族的压迫感吗？在圈边搜了一个憨憨，就要准备进圈选点了，刚想扎下面防区，就有人在一个麦田草垛后面，我是直接一波精准跟枪，最后几发子弹给他带走了。他看到之后，我抢了他一个人头，直接就对我的后台一顿输出，还好我的这个位置属于一个斜坑，他们打不到。这个枪法这么准，应该就是那个单排榜首了。我看到他拉枪线了，如果被他拉到后面斜坑，我肯定就没了呀，就赶紧开车去防区。去防区的同时还不忘给我一梭子，这压迫感也太强了吧。卡到一个厕所的圈边，看到有人想进圈，也是毫不犹豫的给他了一梭子 MG3， 有自救器也是奖励他连打再补。此时圈已经快刷了，往前扑一颗烟，看到前面一个麦田草垛应该在圈，我们果断封烟，这不是刚才我们偷的那个人吗？拉过来赶紧把他身上的投掷物全部捡完。此时圈已经刷了，场上还有其余的两名选手，只听远方一声爆炸，直接我们的单排榜首把第三个人给清了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时候，这个圈竟然刷给了他，还好我身上有七颗烟，赶紧往前扑。像这么有压迫感的选手必须要速战速决呀，前扑两颗烟让他不知道我们在第一个烟还是在第二个烟，防止吃雷，往他那边丢了一颗雷。像这种意识很高的选手一定要多封烟制造混乱，让他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，然后在右手烟里给他丢个顺爆，直接去左手，在左手烟里一定要迅速切雷，一定不要让对方琢磨透你的位置在哪里。看到没，他想干拉我们，直接给他甩过去一个雷，按拉的时候都有这么大的压迫感，侥幸侥幸，不会是首个 SS19 57K 再棒战神单排淘汰榜榜一，侥幸侥幸。面的我就不解说了，请大家注意听，他跟我说他正在冲刺全网最高 KD 单排，也是心软了没有帮他补掉，然后让他把枪给丢了，让他自救了起来。骗你是狗，我给你的好友哎，真的以后碰到我，以后碰到我真的有你的鸡屁股子，我帮你清人。说一下你快手行不行啊？可以，我操！快手你就搜索天花板99就行了。天花板99是吧？嗯。其实我也是出去搜了一下他。这个50个粉丝是你吗？对，我刚开始玩，才摸大将军，然后这把，明天我就给他抢了。
OK OK， 兄弟，我就信你，好吧，来吧来吧，拼锅，你要是能赢了，再把鸡给你，行不行？我没锅啊。啊，你没锅啊？你锅呢？兄弟，真的给我让个鸡，加个好友，我出去给你发个红包。你先发，我先给你了，给你了，不容易不容易，冲前往最高区，好吧 ？OK OK OK， 感谢感谢兄弟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加个好友啊，一夜就要掉很多 KD， 我也是非常礼貌的给他让机了，兄弟们，是所有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，兄弟们。